出力辩解，妥妥是动。中午中线反将一军，来上一下杜里老师的英文课。OK。Respect is earned. Yes. 尊重是你赚取来的。我在台湾开场看到主管开始骂员工，骂。哎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接受？因为你是有道理，因为你是我的主管，我就是要接受这个口气吗？我们都是人，不要说啊，我们要说服你们西方人。不好意思，我在台湾已经20年了，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台湾人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跟班。